Global X 自动驾驶及电动车 ETF。 自动驾驶及电动车的迅速崛起，正促进汽车行业一个世纪多以来的最大变革，将驾驶胎盘和内燃机时代推向尾声。环球自动驾驶和电动车虽然仍然处于开发和采用的早期阶段，但是随着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尖端电池和政府鼓励性的政策支持，市场正在迅速发展。自动驾驶汽车通过一系列感测器、摄像头和雷达系统，每秒计算几十亿个资料点，能够以导航系统避开障碍物和对不断变化的路况作出反应。全球自动驾驶市场在2021至2025年期间的复合年增长率预计将会达到 39%， 2025年的市场规模将会达到4000亿美元。此外，由于电动车对环境的影响较低，成本持续下降和续航里数增加，正不断颠覆化石燃料驱动汽车，预计全球电动车市场销量亦都将会由2020年的300万架大幅增长去到2040年的6600万架，占当时乘用车总销量的2%以上。自动驾驶及电动车除了可以为全球增加新的投资机会，预计它的大规模变更将会为世界增加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并且为可持续发展和提高效率作出贡献。Global X 自动驾驶及电动车 ETF 使投资者能够投资在对自动驾驶及电动车发展至关重要的公司，以获得高增长潜力。通过追踪新兴主题，该基金的组成超越了经典的行业和行业分类，只需要一个交易就可以投资在几十间以自动驾驶及电动车为主题的公司。 Global X 跨越领域的 ETF 投资。